即兴表演马上开始。喂，阵间个客就嚟啦。系啊，老板去咗边度啊？成晚唔见佢哋嘅。咁点算啊？哎呀，快到啦！大哥，大哥你冇事啊嘛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你喺度。未醒酒系嘛？两位啊，好了，什么都别说，把你们老板叫出来。哦，老板去厕所啦。哦，我揾下佢先啊，你叫佢两个坐低啊。嚟，大家坐低倾啦。老板去边度啊？老板去边度啊？坐啊，嚟，坐。哎，有张床啊，大哥。再喝点。啊，来，饮杯新抱枕。饮杯。胡伟有荣话嚟。哎呀，你等等出嚟讲两句。两句。老板啊，你去咗边度啊？琴晚饮完酒唔见咗你嘅，我打电话去你屋企啊，你又唔喺度。系咯，我咧揾你揾咗成晚啊。落华。哎呀，饮等你半天了。好。你没喝多吧？没喝多。我知道你的酒量啊，一两二两不算酒，三两四两漱漱口，五两六两扶墙走，七两八。八两抢走你不走啊？对，昨天晚上咱们喝了一宿酒吧啊，喝酒的时候你答应我们的事儿，你不是说办成了吗？啊，你应承咗佢咩啊？系啊，好重要，关乎全公司我哋公司你哋嘅命脉啊！哦，说太对了，还有点卖关子，赶紧说呢。哦，就将佢哋两个炒上嚟公司嚟，就少两份人工咪生存咯。老板，炒我哋，我哋冇做错嘢喎。你哋话要关乎公司命脉啊嘛，啊炒咗你哋咪公司可以生存落去。唔系咩？搞清楚要做咩先？琴日啊，你饮大两杯，你话要做一个比广州塔仲要高嘅大厦嘅设计图俾我哋。啊，这个大楼呢，你一定要体现出我们这个外来媳妇本地郎的特点和特色。你昨天答应的嘛，说图张总，虽然我哋老板琴晚饮醉咗，但系佢已经将呢个图设计出嚟嘅。系，喂，昨晚他喝醉的时候设计的总部大楼的设计方案，不如我们坐低倾好吗？坐低倾，我先看看你，让我看看你这玩意儿。有的时候吧，你办事你得那个什么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大哥调转座。哦，调转座了，调转座反了，啥都没有啊。哎，不是这里，在这里，这里这不是还是大头冲上吗？港台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回事。你为啥给我们弄个马桶呢？昨晚呢你要我整个设计图嘛。是。跟住呢我就求啊，求下你设计给我啦，跟住我就揽住个马桶。揽住个马桶。跟住灵光一闪，跟住个马桶抹咗出嚟。黄总，我投诉你，你这就说都看吐了。你黄总，你告诉我那个大楼的门在哪儿？大楼的门喺边度入去啊？我哋就喺呢度条罅呢度。啊，挖个窿罅呢度。呢条罅咧，其实已经企埋方码入去都够。但你这个门太小了，我们剧组个最矮的陈建雄都过不去。哎呀，饭堂喺边咧？就呢个位。冲水嗰个位啊，系抹大口就有嘢食噶啦，黑就搭电梯嚟到中间呢个位，饭来张口，一抹大你就有嘢入口。我明白啦，老细系话咧，即系呢个马桶代表我嚟识富本地郎，识埋啲收视又节节高升。哎呀，冲都冲唔去，系啦，冲都冲唔。你睇下佢冇呢个冲水嘅个位噶嘛，系咪？我冲呢个，预示着我们外来媳妇本地郎步步高升是吧？系啦。可能你唔知道有咗神兽呢个貔貅只入唔出，呢个你都系只入唔出。啲员工净系翻工就唔放工嘅，唔系净系拍嘢唔收人工嘅，吓冇出头啊！有罅有罅嘅，睇翻呢条罅出嚟。好啦，你这个设计来给我来，好设计呢基本上算过关了。我们有一个要求，哎，你必须得把他两个炒掉。
嗱，真係要炒到佢哋先得，必須炒啦就。我跟你打工打咗十幾年，當年你就快破產嘅時候，係我支持你嘅，係我哋兩兄弟支持你嘅。多謝你哋，多謝就算。因為我而家又就快破產啦，你哋要再支持多我一次，你哋要自己辭職，連遣散費都唔使俾。係咁，即係你唔要我哋啦？唔係我唔要，係呢個社會唔要你哋。大哥大哥，我哋要諗翻起我哋原來嚟嘅初衷先得噶。王老闆，其實係咁嘅，我哋咧除咗生意之外，錢我哋大把，我哋想考驗一下我哋合作方嘅人品。如果佢哋為咗錢，連自己員工都炒啊，佢仲係人嚟嘅？係，係咪？係咯。咁咪點可以俾我合同你咧？係係，講得啱嗱。哦，兩位兄弟。啊，點解有兄弟啊？有咁樣？兩位兄弟。啊，有兄弟啊？嗱，記住。我唔係炒你哋，係你自己自動辭職。咁啊，嗱，解決咗啦，佢哋被動辭職，佢哋自動辭職，所以唔要求話我補錢俾佢哋。既然係咁，不如我哋簽合同啦。簽合同，畫只龜，畫只龜啊！呢兩位陌生嘅男士，你哋係邊度嚟嘅？老闆，你都自動離職咗啦。你真係要搞係嘛？大哥，他既然能帮我们争取到20%嘅那个优惠的话，我觉得都没关系啦。对，既然咁啊，皆大欢喜，我哋签合同。签合同啊！签合同啊！签合同。好啦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啊，细龟哥哥行使你嘅权力啦。好啊，嗱，请你用实际行动话俾我哋听。嗱，今晚啊，你望望，好紧张啊！今晚开心大奖，最后获得者佢就系，唔好激动。足以證明我是成功人士。我跟你講啊，成功最關鍵咧就是早上起身要刷牙，嗯，即係口腔清潔很關鍵噶嘛。我哋而家講緊成功的秘訣喎。你咁心急就好難成功啊嘛，係咪先？嗱，我講到氣慾噶啦嚇。嗱，你出街一定要攬狗繩，如果帶住啲狗嘅話嚇，你要鏟。你慢慢啦，嗰陣老師，我收工啦，拜拜，得閒飲茶。喂，你走還走，留低個肺先啦，哥。喂喂。我要翻学校做卧底，我要翻消委会做卧底，需要几个助手扮开运官混入去。呢几个人必须坚强敏捷，智勇相全，所以我揾咗你哋。唔制，你分明呃我哋。你点知噶？我哋咁狗，点会坚强敏捷、智勇相全啦？你唔好真系以为我哋系傻咗噶。咪就系，喂，虽然狗，但系狗唔晒，唔好揾我哋笨。唔制啊！唔制，唔制，想要几多钱讲啊！200，是每人200，逐分钟计，人民币不是太币，成交。哎呀，老细，多谢老细，真系食饭啦。系啊，我真系唔明，点解佢要咁做咧？有钱收，因为我要话俾人知，我朱红喺喜剧界都系一席之地，哪怕而家未系著名艺术家，亦都系著名演员，点会区区屈喺消委会做副组长？你明唔明啊？我明啊。你唔明？朱红，我虽然狗。但是我狗不过陈坚雄，他有什么叫做陈九雄？